丽特，我跟子健已经在一起了。维托，我想向你道歉。之前我答应过你，要把你和雨柔凑成对。我根本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约定，但那时候我已经爱上吴子健了，只是不知道他那时候就一直故意把我推得远远的。都怪我那时候太懦弱，顾忌太多，没有信心，只想逃避。结果逃避老半天，还是无法违背自己的情感，最后决定勇敢的和雨柔在一起。但是我们又害怕大家生气，也害怕你伤心，所以才这样偷偷摸摸的谈恋爱。丽特，你是好人，也这么支持我们，但我跟子健做了让你伤心的事情，我们真的很抱歉。我们决定不瞒着你了，想把这一切告诉你，向你道歉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了，只是我希望你们亲口告诉我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啊？早就发现了，只是一直到去熊哥那边找木炭的时候才确定。后来看你们的互动，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想。那你怎么没有问我？可能怀抱有一丝期待吧，期待会有奇迹，期待你会选择我的侥幸心理。说到底，我也是在逃避而已。米特，我真的很重视你这个朋友。以后我们还会是朋友吗？雨柔，你这样说太伤我的心了。就算不能在一起，我对你的欣赏还有这么多年的情谊是不会变的。我会尊重你的选择，也祝福你们两个。谢谢你，维托。好了，这件事就在这告一段落吧。希望我们 WL Coffee 不会被感情的事影响，未来一起继续为共同事业打拼，好吗？嗯，当然没问题。照存证，上次朱碧果然没看错，你们两个人吵架根本就是装的。嗯，现在证据在手，想否认都没有。拍照存证是吗？好啊，那你最好拍得漂亮一点，我们雨柔侧面45度角最美，好好拍，拍不美给我重拍。要拍呢，就一次拍个够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你们已经完全公开了。你不是希望吗？不是啊，可是这么高调好吗？委托他，委托他已经知道了。嗯、他已经知道了。嗯。那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就依然照旧？好，来，没事就好。委托知道了。那温斯坦呢？他是最早知道的，所以我是这间店最后一个知道的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啦，兄弟，太不够意思了吧？好啦。哎呀，我们什么交情啊？我居然是这间店最后一个知道的。姐，你是这样当兄弟的？我终于知道我妈当初的心情。对不起啦，我也不想瞒你啊。谁叫你嘴巴这么大？所以我不得不瞒你吗？但是你要知道，我瞒着你，我这里也是很痛苦的。那你就一个人慢慢痛，反正我不会再原谅你。原谅我吗？不要跑！好啦，兄弟。最帅了，我不要。最瘦了，我不要。我以后当个胖子。哎，没有抓到了。KBS 四十二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《家有喜事》第三季，守住爱情。